也得，喂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底下一点，捏捏一下，不不不，这里捏捏这这，腰闪了，对对对，这里捏，我腰闪了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刚腰一下闪了，腰一下闪了，都不动了，对对，哎，侧面侧面。这个背这里背这里，知道了。哎呦，闪了！你别转过来，你头转。哎呦啊！哎呦啊！腰闪了！哎呦，腰闪了！哎呀，没完了，没完了，不行不行，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，腰刚才一下闪了，再水里，哎，你轻轻水一下，对，再捏一下，别看我媳妇，你看我背，哎呦，哎呀。哦，修多片了。想我让那个，不是媳妇，我让那个，让他们你们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让那个三千过来送个那个表给你，啊，行啊，你能不能先在这坐会儿，啊，行还是不行？三天刷礼物了，那又刷了这个币啊，不是这个人，忍不住就笑出来了，没事。二媳妇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地方吗？嗯，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来我讲你听来。嗯，不是头，我最喜欢你的头发，你整个脸，就喜欢他的脸。对，哦，卖点中，哪个？好，三千来，三千。你们等一下，你别拿这玩意，拿这玩意干啥？呀，兄弟们好，别，这不过年了吗？你安静点，这不过年了吗？过年我拿点东西。不是你带着我们直播间几十万人了，啊，几十万人，咱们这平庸期啊，啊，这个，平庸期啊，刷，哎，这个，多少？这个好可能，哟，这个很炫酷，大黄蜂，哦，大黄蜂牌子 iWatch AW， 大黄蜂，啊，看得不错啊，好看，机械表，啊，机械表，啊，怎么送？哟，兄弟们，等一下，这是不是大蓝蜂？这也是大黄蜂，这也大黄蜂，一个蓝色，一个黄色。啊，大黄蜂送多少个？你说，不是你说，这我不敢说。这样子，看兄弟们点的关注多不多？
好吧，是开是明天开直播送，还是今晚先送200只，明天开直播送1000只？你明天你那你这样这样这样真这么干，你这样不这么干你会那个的。我真这么干，你耗子也被封了。真的，我明天下午3点钟开直播。嗯，送多少只？1000只，就福袋送。福袋送，一个福袋多少个？一次福袋100个。这这么这么这个看镜面还是这样的，你看玻璃。啊，蓝宝石镜面。开玩笑。来吧，来吧。抗划痕耐磨损，进口机芯。先从转蛋粉里面送200个。来，好来，手机拿过来来。大黄蜂啊，来，哎，我们非常欢迎各个大哥，对，到我们直播间来涨粉，对，但是呢，必须得送，啊你送那种几块钱东西不行啊，像这种你要送啊，送这个多少钱，这多少钱成本我觉得都几百上千吧。拉纸啊，你胡着，你知道这个品牌方定位多贵啊？嗯嗯，自己看，多少钱？自己看，8000多，你扯你蛋吧。品牌方定位真的8000多一个？那个千万不是你做的吗？这不是我做的，这品牌方国货骄傲。来来来，手机拿过来。啊，手机拿过来。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 ？AWiWatch。AWiWatch 是哪个手机？这个。这个。这是我的。这你点我直播间来啊 ！AWiWatch 啊。谦哥，现在在咱们直播间送200个是吧？对。好，来，准备。确定。来。刷这抖音要了是吗？先从涨粉里面送200个，明天开播送1000个。从涨粉里面准备送200个，兄弟们，我们非常欢迎各个大哥像这种来我们直播间这么砸粉，嗯，就这么送，好吧？现在看一下现在多少粉丝？多少？652。啊，652，准备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刷！哟哟哟！感谢兄弟们关注，谢谢。还没关注嘞。为啥老是跳出来？别人人，你叫别人别那个呀，别登你号啊！别，还别停，我们这边吧。上了是吗？你这浪费我，你浪费我。3000啊，怎么？啊！杀了！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我关注我的，知道了。这个可以送来啊，看好了啊。点开榜一的头像，你看啊，点开一号麦的头像，点开这个3000，这一个红色的关注这么一点，啊，就可以关注3000了，就等着吧，明天送1000个，啊、送不，今天晚上送200个，他说以前200个，今天晚上在你的直播间涨的粉里面抽200个人送，明天下午3点我开播过来找我，兄弟们送1000个。1000个，哎，你带点色吧，一样的，我带上黑色，黑色，还有黑色，蓝色，要什么颜色？记得后台说一声啊。好，就是说抽到你了，你要什么颜色？直接发一下啊，给他说一下，你要什么颜色？涨多少？黑色，黑色，黄色，对，涨多少？6万。现在在几号麦？1号麦，在1号麦啊。涨多少？涨多少？接着报，张东，来，我随便给我拿过，好，那个，咱们现在75的，好，谦哥，哎，我们可以慢慢抽了，好，可以开始了，行，好吧，今天晚上抽200个，好，谢谢兄弟们，非常感谢，我别感谢了，明天1000台，对，是吧？放心，好嘞，行，明天下午3点啊，来，谦哥，来，下午3点，来。关注谦哥榜一，是吗？这个不能先搞，那个你看我来搞，哪个？200个要什么颜色？兄弟们，你抽到你了之后，你要什么颜色，你给他发个信息就好了啊。好，这个兄弟们要注意了，这个每次我是不是一卖？兄弟们，1万单、2万单没了。好，兄弟们，这2万单，这个一个月我们才能卖一次，只能卖一次，因为他一个月给我们生产个2-3万单。对，啊，一个月卖一次，这个是一个月手口丝巾，啊，爽然的。我想做丝巾的时候，我去他的工厂看过，真的，没有能做上他这种品质的，很非常爽。多厚啊？啊，这么厚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就这几个，兄弟们看啊，这是八十抽的啊，这也是八十抽的，你们看也是八十抽，你看厚度，啊，这是八十抽，这是八十抽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加厚的，看啊，八抽加厚的，看他们自己卖的啊，这都不是一个品牌，这是新包，是的，是的，新包的，看啊，3包，多少钱？3包29，29.9。好，响哥看完了啊，
一万单，一下就没了啊！我一个月就卖个一两次，三天网络有时候也卖啊，五个啊，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，这是专想个专属的机子啊，银耳锁口试镜啊，五十九块有，包邮，上车。兄弟们，我们一个月啊，一个月这个厂家只给我们一次啊，一次也不多啊，几万单啊，几万单，多少水是吧？为大家展示一下啊，这个有多少水啊？我马上还可以用的啊，我马上可以拿个盆儿，拿盆儿给我来，拿个瓢的，拿个瓢子，就是瓢子，红瓢子。你看啊，兄弟们看一下啊，看这个水啊。轻一挤啊，这个，哎呀，婴儿锁口试镜啊，加厚版的啊，哎呀，怎么能扣一这么快？为什么能扣一啊？哎，你刚问兄弟们了吗？啊？你问兄弟们啥了？为什么能扣一啊？啊？不对，你是不是问什么了？没问什么。啊，多少单？上车了啊，多。